春佛中，美国西雅图彩绘雷藏寺虎头金刚护摩法会开始，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迎春佛中创办人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与会大众唱诵莲花童子心咒。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音，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音，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音，是平等一起受。恭请师尊移步到展示屏，接受众线上的众弟子问安。阿弥陀佛，师尊阿弥陀佛，无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尊好，师尊好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师尊好。来啦！好，谢谢。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升法王座。加持主持者表格，
敬献哈达，与会大众虔诚合掌，请世莲宴上师代表与会大众向法王沈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法光加持，持莲花童子行咒七遍：唵咕噜莲僧悉地吽，唵咕噜莲僧悉地吽，唵咕噜莲僧悉地吽。唵咕噜莲僧悉地吽，唵咕噜莲僧悉地吽，唵咕噜莲僧悉地吽，唵咕噜莲僧悉地吽。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醒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唵哇扎那旦诃诃吽，南无萨曼多摩多兰唵嘟噜嘟噜德维娑哈。念招请咒：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根本传承上师沈尊莲生活佛，南无大白莲花童子，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护头金刚，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护头金刚，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护头金刚。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五方五佛，真佛宗八大本尊，大威德金刚，不动明王，四大天王，施玛菩萨，彩虹雷藏寺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金刚护法神众，真佛密院坛城诸佛菩萨，西雅图雷藏寺坛城诸佛菩萨，南山雅舍坛城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山神、土地神、苗家神、风神、水神、火天神、龙神、十方空行护法神众、城隍敬主，法光加持，次次护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唵啊
空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是平等与起手。当曼达供养受节供养受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护摩祖尊虎头金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龙天、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嗡萨尔瓦达达嘎达依达摩咕噜那那曼扎那干尼尼耶达耶密。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归一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毗迦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波若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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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若兰遮利。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转诸名加持。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临处结界加持报名表格护摩木及供品。
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西灾祈福增益敬爱超度手印，一会大众唱诵护摩主尊虎头金刚心咒。Thank you.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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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do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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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 Samaye Soha Om Zadi Zudi Zunti Soha Om Zambala Chalang Chalaye Soha Om Ahom Bez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Pe Ahu Sasamaha Lien Sung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atsiya Bekatsiya Maha Bekatsiya Laja Samo Kyadehe Soha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祖，十方世界佛刹成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夜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齐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护摩主尊，瑶池金木愤怒身，护头金刚以大威神力护佑圣尊，身体健康心自在，寿缘无量福如海，趋吉避凶烦恼除，财富资粮永饱满，光明无量照众生，真佛法轮恒常转。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众回向。一心敬礼，瑶池金母大天尊。一心敬礼，普陀金刚。一心敬礼，所有瑶池金母法身。一心敬礼，诸空行母。一心敬礼，
瑶池金母大天尊、普陀金刚、一切瑶池金母法身、诸空行母。一心敬礼瑶池金母大天尊、普陀金刚、一切法身、诸空行母。祈请接引有缘中阴、无缘中阴往生清净佛国。祈请接引一切千艘法船的有缘中阴、无缘中阴到达彼岸，在长吉光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繁盛同居土、令其不退转，以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消除所有的业障，令其身心清净。请将这娑婆世界的瘟疫、病毒、疾病、恶疾给予吹破，祈请将资粮施于行者，将智慧给予修道者，将敬爱施于实修的团体，吹破离魔魍魉。瑶池金母大天尊、普陀金刚、一切法身、诸空行母、天罗神、宰罗神、人罹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还一切吹破，今给吹破。问，
共念三遍百字明咒。Om Beja Sato Samaya Manu Panaya Beja Sato Dinu Padicha Zezo Mepanwa Soto Kayu Mepanwa Sobo Kayu Mepanwa Anno Lato Mepanwa Sarwa Sidi Mepulaya Cha Sawa Gama Sutame Zitamu Sri Y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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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sa B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 Panaya Beja Sato Denu Padicha Zezo Mepanwa Soto Kayu Mepanwa Sobo Kayu Mepanwa Anno Lato Mepanwa Sarwa Siddhi Mepulaya Cha Sarwa Karma Sutta Me Jitamu Sri Y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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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 Panaya Beja Sato Denu Padicha Zezo Mepawa Soto Kayu Mepawa Sobo Kayu Mepawa Anno Lato Mepawa Sarwa Siddhi Mepulaya Cha Sawa Karma Sutta Me Jitamu Sri Y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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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ja Mami Mencha B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 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应。二拜诸菩萨。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应。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om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应，是平等以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主坛护头金刚护摩法会。现在请大家先观赏由2022年跨年全球真佛宗24小时为世界祈福的一段影片。我今年的代表日是曙，曙光的曙，曙光的曙，也就是说今年开始啊，第一道光啊出现，那么这一道光呢，它将照遍整个世界。所以这个虎年呐、啊，可以开始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暗沉的年中，是射出第一道曙光的这个年。所以这个年呢，是不同凡响的。应该啊是属于吉祥的。
此次为世界祈福跨年活动感恩是佛的大加持，感谢世界真佛宗政务委员会，感谢所有的参与者以及幕后工作的义工同门，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现在请大家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两名和尚，敬礼萨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瑶池金母普陀金刚。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爱斯特鲁，爱斯特鲁，谁人的？オラアミコ、ケケロムチョ、スコイン、一番、気持ちいい、ジュミ、ヤピ、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にちは、新造、他们。现在呢，先通知大家，下个星期天1月9号，下午3点 PM 是莲花童子护摩法会。这一尊不用介绍莲花童子护摩法会，那这个很简单，就是这样子讲了，没有莲花童子就没有真佛宗。那一切都没有。那这一尊呢？很多人也把莲花童子当成本尊，在修持的，把莲花童子当本尊修持的人很多。那其他的，我想。不用再介绍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要讲一下，这个莲花童子他转世非常的多，转世其中呢，有一个国度啊，
是在其实在整个西藏来讲起来，其实除了这个雪山以外呢，大雪山以外，另外还有党项山，还有党项山。那党项山也是在西藏，党项山也是在西藏。他们那边有一组人离开了党项山，到了祁连山，到了祁连山。那么在祁连山的河西走廊建立了一个国度，就是西夏王朝。西夏王朝呢，一共有十个皇帝，在古代呢又叫大白高国。我解释大白高国，就是大白莲花童子建立的高王观世音菩萨的国度。所以叫大白高国，高王就是大白莲花童子建立的高王观世音的国度。这个国度不是很大啊，不是很大，但西夏王朝所留下来的很多的东西也是一种文化，整个国度都是念高王观世音真君，有十个皇帝。那这十个皇帝呢，当中就有莲花童子的转世，有莲花童子的转世。记得蒙古大帝国的开创者是铁木真、成吉思汗，他在统一整个蒙古，一直到沿着一直到欧洲的蒙古大帝国，是很大的一个帝国。那大白高国啊，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一个很小的国度。但是成吉思汗领军攻打大白高国，一共九次都没有成功，都没有成功。他反而成吉思汗在打任何一个国家，那时候啊，蒙古大帝国每一个国家就势如破竹，一下子就把他们只有一次马上就胜利了。打这个大白高国打了九次都没有成功。啊，成吉思汗呢，他就是忧郁就死了，最后才是忽必烈。啊，忽必烈把这个大白高国灭掉的，有这样子的历史啊，有这样的历史存在。所以大白莲花童子。大白高国，就是大白莲花童子
建立的高王观世音菩萨的国度。它是过去的一段历史，啊，今天我们这个是做普陀金刚的父母，为什么瑶池金母是显现这个老虎的这个形？在道家里面有讲到这个道家无老，好像我们佛教里面呢一样，有这个啊东方阿出佛，西方阿弥陀佛，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这就是五方佛。啊，道家也有五方，占有五方的这个大罗金仙。东方呢，就是东华帝君。啊，你们看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里面就有东华帝君。这个东华帝君啊，本来是根本是大罗金仙，他是心中无欲的，没有欲望的，以天地共存的，天地共存的一个大罗金仙。当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所讲的，从里面所写的是编出来的啊，是编出来，根本就没有恋爱那一回事。啊，他们很会编的，很会编这个。这个有人在讲话的，讲的这个上天入地啊，你就送给他一个篮子。为什么送给他一个男子？继续编呢？送他一个男子，给他继续编。这编出来的，东方就是东华帝君，西方就是瑶池金母，中央就是黄老。那北方呢，是这个水晶，南方就是火德，这是道家的五老，金木水火土这样子分的。西方瑶池金母，那么东方呢属青龙，西方属白虎，所以这个青龙白虎朱雀勾钱，这个是四灵兽啊，四灵兽。那么西方呢，属金，所以称为金母，王母又称为金母，因为它属金，西方属金嘛，东方属木，这是木宫上升，东华帝君，这边是瑶池金母。啊，瑶池金母，瑶池金母，它因为属西方，西方又白又属于青龙跟白虎，所以它的本地就有虎陀金刚。它来历是这样子的，来历是这样的。所以瑶池金母啊，本身是非常慈悲的。但是对于犯戒的弟子，
又是非常的像猛虎一样的惩罚，就像两个字，他又慈悲，但是又威猛。所以瑶池金母啊，它有两个，一个是威猛的，就像老虎；慈悲的，就像老母。同样一个老字啊，一个是老母，一个是老虎。所以我们做虎头金刚啊，师尊现在床头所供奉的，就是虎头金刚。我每天跟他讲，非常灵应的，非常感应的，就讲什么应什么。然后我跟他讲说，晚上我要见什么人，今天晚上我要见什么人，今天晚上我就可以见到那个人。未来的事情呢，他也会给我启示，甚至于明天你要写什么文章，可在晚上他就告诉我，您明天早上起来你要写什么文章，他都把文章让我看，然后我根据他的启示，然后去写。非常灵验的，我只是供在床头，也没有摆水果，没有摆香，只是每天早上跟他讲 Good morning， 晚上讲 Good night， 我要睡觉了。啊，这个做超度的时候，请你做主，请你加持，是这样子。我们连水都没有供，连果品都没有供，我只是跟他合掌。然后我就跟他讲，你要吃，你想吃什么东西，那冰箱里面都有。啊，就是跟他们这样子讲了。但是我平时我有每一餐我吃什么东西我都供养，啊，吃什么东西我都有供养。这一个笑话啊，不知道会不会笑。跟闺蜜一起出国旅游，航空公司班机上备有餐点，只猪排跟牛肉跟牛排供旅客享用。空中小姐为了省时间，只问：“请问你是猪还是牛？”旅客也很合作的回答。轮到我们时，空中小姐问：“请问四位，猪还是牛？”这闺蜜一起回答：“我们四个都是猪。”真的是猪队友。老师问小明：“你为什么要在我的课堂上睡觉？”小明站起来大声讲：“你为什么要在我睡觉的时候上课？”还没有道理的。啊，这个听清楚了。
阿花在人事课上班，上星期呢调到楼下的总务处。今天呢、啊，他的朋友打电话来找他，打到人事课了。那里面的人跟他讲，他是这样子的，请问阿花在吗？啊，他里面的职员回答，他已经不在人事了。啊，对方这个好朋友讲，啊，怎么会呢？他什么时候走的？这个职员回答，上个星期。这个好朋友就哭了，我都不知道，也没有送他一程。这个职员回答，没关系啦，你要去找他，你就下楼去找他就有了，到下面去找他就有了。也很好笑，这个马来西亚莲花美仪问的，师尊好，佛安吉祥，师母好，吉祥阿弥陀佛。弟子是在报名处当义工，帮忙处理写超度和祈福附魔片的。由于时间上的不方便和报名处人手不足的关系，弟子就花心把报名处还没有处理好的东西带回家完成，但就有同门告知我，最好不要拿回家处理，如拿回家处理，他人的祖先冤亲债主缠身灵、水子灵跟亡者就会跟随我们，而且也会影响家人的运程跟卡音。因这个原因，同门都不敢在家里写。为了得到标准的答案，弟子只好在此请问师尊，那位同门所说的是否真实？因弟子内心里也觉得奇怪跟疑惑，请问师尊发菩提心帮忙处理佛堂的东西，是不是要在佛堂处理才是最好的地点？如果拿回家处理是不适合的吗？啊，十分感谢及感恩师尊慈悲的解答，阿弥陀佛。他就是在那个报名处写附魔片的，但因为人手不足，他就把那个没有处理好的东西拿回家去写写这个报名表啊，或者是这个附魔片啊，写超度啊，这样好不好？他意思就是这样子讲。先问诸位，大家有什么意见？他把这个好像是说报名超度的，拿回到自己家里去处理，就在家里写，还有附魔片。他是义工吧？他是义工，在报名处当义工的。你们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啊、好，有人有意见，你站起来讲。如果他是做好事的，他不应该不应该当司吗？好，请坐。还有没有？这里有，请站起来。好。我觉得
就是楼上尿垢比较好，因为有时候那个灵不干净。我觉得就是楼上尿做什么东西比较好。我留在庙做那个东西比较好 因为那有时候那个灵不干净会做成那个干扰、好都是师尊讲的对 我不懂坦白讲他问这个问题啊、实在是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他是那个庙里面的义工啊，写报名表的时候啊，超度的报名表，因为处理没有完，他就带回家去，这个填写报名表也写了护摩布。那这样会把所有的灵全部带回家吗？还是在应该在庙给他完成？但是庙他又人手不足，他没有办法完成。也是很辛苦，就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去填啊，去写啊。啊，有人就告诉他这样子会卡音，会影响家里的运气，或怎么样子。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马来西亚莲花美仪，请问这个到底是可以带回家吗？你就讲说 yes， 不能带回家你就讲说 no。 好，现在有答案了，有答案等于没有答案。他说：“有的人呐、你把他带回家做可以；有的人把他带回家做不可以；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可以。”这人家上师讲的，他说心里如果没有挂碍就可以。那师尊的讲法是这样子，会卡音的体质就不可以，不会卡音的体质就可以。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只是人家上师所讲的也有他的道理，他心中无挂碍嘛。他也不会卡音，当然是可以啊。啊，你心里有挂碍，那你干脆在佛堂坐好，坐好就算了。因为有的人体质你不一样啊，真的是像我来讲，我夜间在坟场走，我看风水啊，24小时看风水的，要进京，这个棺木要放进去的时间选在半夜。我那时候在台中啊，大肚山公墓，满山遍野都是坟墓。那我就跟几个跟我学的这个弟子，跟我一起上山去进境。那个时辰到了，再把这个金放到土里面，再把它埋起来。有时候是在半夜做的。有时候是在半夜，选的时间是在半夜，半夜那个时辰对这个亡者跟阳世的人都好。我在半夜做，半夜我在坟场爬来爬去。
那时候彰化有一位美女，我去大肚山，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半夜进京，她说她也要去，那位美女说也要去，好啦，我们带着几个弟子啊，是张黄明啊，廖义纯啊，啊，这个有时候是这个连氏啊、连祖啊，他们半夜都跟我到山上，就我们是不怕的，就是半夜到的坟场，到处都是叽叽叫的地方。半夜叽叽叫的地方，我们在那边办事情，在做事。那彰化有一个美女跟着我们去，我忘掉她的名字了，长得不错。她一到了坟场，一看真的是坟场，她以为我们去玩，结果她走在那个野草的很小的小径上的时候啊，一听到那边有声音就叽叽叫，就跳上一个，就抱住一个那个铜门。那个张黄明他个子长得很高很大，而且很壮啊，他就是抖在他的胸前，我们看了都说哎，这样子的。张黄明趁机啊就把他抱得紧一点。不过张黄明现在也不在了，他也不在了，他也不在人世了。我是不会卡音的，但是你给人家做错了风水，我有一次给人家做错了风水，给人家做错了，那时候不太不小心，在这个那个叫做那地方叫做大井头，大井头的那个坟场，我怎么给人家做错了？第一个，他棺木没有讲说他的头在哪里，尾在哪里啊？照理说，坟在这里，木头在这里，这个标在这里。那么他棺材这样子放下去的时候，他的头要在这里，脚抵着这个墓碑在这里，脚要抵着墓碑，头是在那，是在离墓碑比较远的地方放棺木。但是他钉的时候啊，没有告诉我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就下去的时候是错的，就是就头顶着墓碑，脚伸向那边。那晚上啊，那个阴灵就来找我，告诉我，他说你给我放错位置，我马上去改正，马上就去改正。所以你放错位置，你如果阴灵来找你，你都不知道，那你就会卡阴。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一点很重要。会卡音的就会卡音，不会卡音的就不会卡音。我们有一个弟子，他一直在给人家看风水，到最后他卡音了，而且卡的不只是一个。你若阳宅，你随便看还比较无所谓。阴宅你看错了，那个他会来找你的，这一找就不得了了，全家都乱七八糟的，都全部都乱了。师母回答可以带回家写护摩木，没问题。因为那个还没有执行法会，还没有加持，
还没有丢进烧，没问题。啊，师母的回答是这样子的。那刚刚我讲了，这个不会卡音的，你尽管带回去没有问题。因为我发觉一件事情啊，我在这个我们家里，因为我现在做签烧法船的这个超度，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晚，今天还没有轮到您，但是你已经那么早就来了，那怎么办呢？他就住在我家的旅馆。他住旅馆住哪里呀？我不是跟你讲吗？那竹子的节都是空的，竹节都是空的，一个空节啊，一个空的竹子节里面可以抖十几个。还有的啊，根本路边露宿，就住在墙壁里面，墙壁里面也他也可以抖进去。那墙壁里面没有缝啊，但是就是那个水泥啊，它也一样抖进去，抖在墙壁里面。他晚上我在走廊走回去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头都伸出来。为什么？师尊加持，那个头一直摸摸摸回到我的房间。他柜子里面也有，师母亲自看到的。这里有一个啊，看到师母来，他们抖进柜子里面，他的那个帽子还戴着帽子，就柜子把他的头夹住，那个帽子还掉了出来，他还伸一只手出来把帽子抓住，再抖到帽子，抖到衣柜里面，抖到那个柜子里面了。所以有先来的，有后到的，有刚好踏上渡轮的，刚刚来啊，一起还好，我们都是有这个，好像是说金甲神在审查，家里都很多的金甲神在审查这些阴灵的身份啊，或者来啊怎么样子，签烧法船很忙的，很忙碌，也。同样有找到了，找到了先住饭店，就是这样子。我只能够这样子讲。好，那至于卡音不卡音，那真的是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啊，第二个也是马来西亚问的，莲花正相，莲花正相，他把姓都写出来了，叫甘正相。十足文集第266册黄君的句子第125提到密教的修行，先把固体变液体，再把液体变气体，然后把气体变为神，把神化为光，这才叫做成就。我说这是修行的口诀，制药制药。请问师尊，我们该如何把固体变液体，最后化为光？二，如何知道液体已经成就，然后可以变成气体，之后最后到光？第三，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个阶段，是固体还是液体？阿弥陀佛，哦，这个把我问到了。好，密教的修行，先把固体变液体，再把液体变气体，
然后把气体变为神，再把神化为光。这个哈，我告诉你，冰就是固体，变液体，遇到热就变成液体。像我们今天呢，漫天的这个粉妆，粉妆玉镯，粉妆玉镯。今天外面呢的雪是粉妆，液体呢是固体呢就是冰。今天风，外面的风又很大，那雪飘下来啊，整个哦，刚刚我出去外面点护魔火，那个旁边的这个风一吹啊，整个雪飘到你身上，哇、哦，像那个盐一样啊，就粘在你的脸上、头上、脚上，到处都是。哦，真的很冷。告诉你，固体就是冰，变成液体就是水，变成气体又是把这个水融化，就变成气体。然后气体呢，再变为神，在神再化为光，这个才叫成就。这是修行的口诀，自要自要，没错。你这里有菩提心业意，菩提心业意在眉心轮有菩提心业意，是固体，因为它是冰，一整块在这里。你要用什么把它变成热，让它滴下来，就是用浊火。你身体的温度升高，浊火上升，一直到这里触着菩提心业意，菩提心业意就滴下来，就变成水。水跟火在你的五轮当中给它互相融合，然后一直在燃烧，就变成气体，就变成气体。这个气体加上了，就变成命气。在命气里面呢、啊，再给它融，再给它融，融掉了。就变成气体以后，它可以跑到全身各地，在脉里面跑全身各地。然后水跟火交融的时候啊，它会产生光，就是化为光。你看火在燃烧的时候也是光，当火把水煮开的时候啊，那个水也化为气，水就化为气，那么气体呢也会化为光。所以我们气脉明点的道理就是这个样子，密教里面气脉明点的道理就是这个样。你如果把这个液体变成液体的时候啊，液体流掉了，流出你的体外了，叫做泄，叫做泄。液体保住了，就叫做无漏。啊，既然有了液体，你就让火给它烧，它就化成气，气就通所有的脉。那既然用火烧了水，变成
气以后，它还可以变成光，变成一种光明出来，它是一种燃料，会化成光，就是神。啊，我只能够这样子讲啊，简单这样子讲。请问师尊，我们该如何把固体变成液体？用着火把固体融化。然后化为光，因为着火本身就是光。着火本身就是光。那气体被你这个火烧到成为气体的时候，它会化为神，会转化为神，到各个脉全部通通都通的时候，身体自然光明就可以从你的身体里面出来。那么这个液体呀，也是油，也等于是油的一种，就是明点，等于是油一样的。那么火加上油，就更加的光明，这个就是光。如何知道液体已经成就？因为你这里有会眉心轮，这里有感觉，有水滴下来。每一次着火去碰到，就有水滴下来。那你把这个水留住，不要让它漏出来，就是无漏。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个阶段？是固体还是液体？这个很简单，你感觉到有水从你的眉心轮往下滴，你自己有接受感觉到水往下滴的时候，那就是液体。你感觉到着火已经，这个气轮这地方发热，而且这个火往上升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有火。这两个交融在一起，就会变成光，光就会化为神。我只能够这样子跟你讲，一个是热的，一个是清凉的，液体是清凉的，那着火呢是热的，这是密教里面的。好，这个老钱养了多年的鸽子，那叫鸽子吧。老钱养了多年的鸽子死了，老钱悲痛不已，他不想土葬，他想给他火葬，把骨灰撒回大海，让他回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怎料到那个玩意儿越烤越香，后来他就买了两瓶啤酒。来告诉大家，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忘了初心。当初的时候出家是什么？是想要做什么？出家久了，你忘掉初心了。有的人修行刚开始的时候出发心很好，走着走着他就忘了出发心了。一个人到了中年的时候，等于是一部的西游记。人到中年了，有像唐僧一样的唠唠叨叨。唐僧啊，这是唐三藏，唠唠叨叨，还有悟空的压力，孙悟空的压力，因为他头上有这个
筋骨周哈，有筋骨周，他头有压力，人到中年就有压力，有猪八戒的身材，猪八戒的身材，当然是没有腰的了，肚子大起来，有沙和尚的滑行，因为他中间是地中海，人到中年，关键还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人到中年了，离西天越来越近啊！师尊已过了中年了，我现在是青年。老实讲，各位同学觉得自己很愚蠢的，请站起来。的同学们互相看了看，都不敢站起来。只有小明一个人勇敢地站了起来。老实讲，这位同学，你觉得自己很愚蠢吗？小明回答：“不是的，老师，我只是不想让你一个人站着。”还是小明很聪明哈。好，那今天我们讲《金刚经》啊。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般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目日光照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女子、善女人，能以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一佛之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我把它念完，但是我只讲这一句。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般语者，不异语者。我讲这，今天就讲这一句。这本经是讲实相，实相就是非相，没有一切相。没有一切相。这个佛自己讲，他是真语者，他讲的是真话。实语者是很实在的话，如语者我讲了，那么这个真相就像我讲的一样。不般语者，他并没有骗人。不异语者，不讲两种话，只有一种，唯一实相。那实相就是非相，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一句简单解释就是这样子，你深入的话你就知道了。
告诉你，我现在坐在这里说法，确实有一个卢生燕坐在法座上，彩虹雷藏寺也是真实的，你都看到了。今天满天都是雪，满天下的风雪，你都看到了。护摩宝殿你都看到了，这个不是真实的吗？你看你的左右坐的是谁？左边右边坐的人是谁？你都看到了，怎么不真实呢？为什么讲什么都没有呢？我们今天看的、接触的都是真实的。师尊在这里说法，你们坐在底下，对不对？你看呢、那个印尼来的莲言，你看吗？这个莲，这巴西来的莲家，你看吗？这个某某地方来的莲恩啊，你看嘛，那四个 坐在那里呆呆的大家都认得啊，那不是很真实吗？怎么讲都没有呢？没有说法的，也没有听法的，也没有法这回事，如何分别？释迦牟尼佛讲的实相就是非相，它是真与者。他讲的是真实话，难道我们讲的是假话吗？啊，当真该坐坐那里呀、啊，对不对？这皮安罗上师啊，那剩下两个我们不谈了。不过是两个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人啊，这不是很真实吗？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个叫做见境生情，是你目前的觉受，你有感觉到，你眼睛看到的，你甚至于听到他们了，你看到那个形象了，那都是一时，按照佛所说的，那只是一时间。啊，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你看看左右的人，下个礼拜再来看。就不一样了，下个礼拜再来就不同了。你什么时候走？星期三走啊。你看嘛，星期三就没有了，下个礼拜就没有他了，不一样了。下个礼拜你就不见了。莲言什么时候走？十二号。那下个礼拜还在啊？你还在坐这里吗？可能坐后面。对啊，
会变的不是真实，真实的是不会变的，不会变的唯有空才不变的，任何东西都会变的，都会变异的。像那个一对情人海誓山盟，这个叫做海水会干，石头会烂，我的感情啊永远都不变，都不变，我对你海誓山盟，海水会干，石头会烂，我这个真情都不变，那个叫做忽然。没有这回事，爱情都会变的，什么爱你万年，唱那条歌的人是谁？啊？刘德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变。那个根本啊，吹牛，这是吹牛。任何事情按照佛所说的，任何一事情都是在变异之中，没有一秒钟、一分钟、一小时啊，这个什么时候它都会变的，任何时候都是无常。按佛所说的，都是无常，都是全部都会变的，感情都会变的啊，那个是在夫妻啊，也是一样会变的。所谓夫妻啊，就是互相欺骗，叫互欺，互相欺骗。我今天骗你，明天你骗我，大家骗来骗去。哎，真的，什么是实相？唯一不变的就是佛性，就是空，一无所有。有一个人啊，正道，他写了一个正道歌，永嘉大师写的正道歌，梦中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你在梦里面呢，明明有六气，梦就是指人生，有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种六气，这个叫六气。我们现在也是有六气啊，六道轮回啊。昨天晚上忘了讲，你有业就一定六道轮回。除非你业已经消去了，业已经空了，你才能够成道。劫后空空无大千，你开悟了，你才知道是空的，连大千世界都不存在。我们一个日夜，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叫做一小千世界，一小千世界，三千个小千世界就是一个中千世界，三千个中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三千个大千世界才叫三千大千世界。你说世界有多大？佛教里面他讲的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叫做一小千世界，三千个小千世界才是一个中千世界，一个中千世界在三千个中千世界才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的三千倍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劫后空空无大千，三千大千世界全部不存在。这是永嘉大师写的，梦中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千。想一想啊，真实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般语者，不异语者，没有第二种讲法，什么都没有。啊，你们认为释迦牟尼佛讲的怎么样？是不是真实的？啊，我以前去法国，看到巴黎铁塔，我真实看见哦，巴黎铁塔是这样子。现在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在法国，我看不到巴黎铁塔，但是我记忆中有，我有巴黎铁塔的记忆。但是是真实的吗？你的记忆里面，我有巴黎铁塔的这个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也去过泰晤士河，然后我也看到泰晤士河，我知道泰晤士河是什么形象。我去过荷兰，知道荷兰的房子是建的怎么样子。啊，去过这个阿尔卑斯山，我知道阿尔卑斯山的形象是什么样。我知道瑞士，我去过瑞士，看到瑞士的这个湖的形象。啊，去过德国，啊，去过慕尼黑，啊，我也看过这个 BMW 的这个车厂，我的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有。如果你没有去，你只是看图片，你也有那个印象在里面了。我们看影片也有那个印象在里面，但是现在呢，恍如隔世。如果你没有再去，是不是恍如隔世啊？这一辈子也说不定能去，也说不定不能去。像西班牙啊，那里的同修会一直要我去，那你呢？这个也要看时间嘛。在你脑海里面那个西班牙的同修会，只看到照片，那大家因为是触景生情，才能让你觉得是有，你没有看到就会变成没有，你没有听到就会变成没有。啊，比如那个以前啊，那个马来西亚有这个猴子在网络上啊批评师尊，啊，新加坡有这个姚宗批评在网络上批评师尊，那么在台湾呢，也有几个人
他们也在批评师尊，但是我这个人没有手机，又没有电脑，又没有平板，我始终看不到那些批评，始终没有看到，也有人印出来给我看，有人啊，师母也有印了好多出来要给我看，我说这个我不看，我不太想看，就把它丢掉了。诶，人家批评，然后这个同门跟我讲，师尊啊，很严重哎，很严重。我没有感觉到什么严重，因为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啊，他在写什么东西啊，写什么东东我都不知道啊，我不放在我心上啊，也没有放在我脑海啊，所以根本什么都没有。一点压力都没有，一点一丝的这个一点点的压力都没有，没有感觉啊，因为你是因为见景思情，你看到了你才会有压力，你没有看到不会有压力。同门看到了跟我讲很严重，我每天过得很好，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你骂，你批评，你骂，通通没有感觉啊，因为你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啊，你根本就没有压力嘛。如果你看到有听到了，当然就会有压力嘛。所以你把它关掉，什么压力都没有，空空如也。我这样解释不知道对不对啊？哇，5:31呢，你看我看到了，我心里很紧张啊。啊，这就是看到时间你心里才会紧张啊，不然我继续讲下去啊，我要讲到6:00了。这个叫触，这个见景思情，因为你看到了。如果没有什么，没有看到，一点压力都没有。所以老子讲了一句话，为邪啊，日益；为道啊，日损。什么意思啊？你做学问，每天你要吸收一些知识，你就会变成很有学问的人。为道日损，你要修道，你要把所有东西全部丢掉。每一天丢掉一些你放在心里的垃圾，全部拿出来丢掉，垃圾清空了，你就变清净了。你烦恼清空了，障碍清空了，那些那个你的一切的那个习性，把它丢掉，一样一样的丢掉，贪嗔痴疑慢，一样一样把它丢光，全部丢光了，你就得到了。为道日损啊，为道就是把那些你身体里面所有不好的业全部清光，清光你就可以得到。为邪日益，就是每一天你要吸收新的知识进来，你学问就变得很大。但是为道日损，就是学道就一定要把这个垃圾全部丢光。老子讲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佛一样的，
把你的业全部一样一样的给它消除掉，你就空空如也，你就可以证道。那个才是真正的道，释迦牟尼佛讲的，里面没有东西，你身体里面完全没有东西了，没有业了，六道轮回没有了，根本就没有，没有六道轮回。有六道轮回是因为你有业才有六道轮回，有善业就生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你有恶业就生在地狱、恶鬼、畜生道。人啊，都是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生死，这样子在轮回。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子在轮回。你要离开六道轮回，我今天讲真实语，把你的业全部空了，把你的业障全部空掉，你才能够得到，才能够成佛，才能够成为菩萨。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在座的座位把椅子叠好放在两旁。我们恭请师尊带领大家顶礼坛城。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是平等以起手。恭请师尊移步到展示屏，接受众线上的众弟子感恩。师尊好，师尊好，师尊好，师Thank you.
好幸福，每周在众线上都可以跟世尊问好。谢谢大家，谢谢世尊，下周见。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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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尊，谢谢谢谢众线上的同门，谢谢。
现在恭请师尊赐授虎头金刚法灌顶。
工同仁，请你们来接受灌顶，灌顶即将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顶礼感恩，谢谢师尊赐受虎头金刚法灌顶。护摩法会圆满吉祥结束了，网络直播到此结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